美女啊，你电话？假话电话呀？那我话好些吗？我能给你啊？臭流氓！不是，我说你电话。不是你一开网约车还寻撩妹啊，还要我电话，臭不要脸的！呸！这啥人呢？这跟我开网约车有啥关系呢？喂，媳妇儿。哎，你好，我不是你媳妇儿。你谁呀？那啥，他给手机落我车上了。谁信呢？你不信我也没招啊。那事情就是个这么个事情，情况也是这么个情况啊。不，啥玩意儿？他手机就落你车里了，你干啥的呀？不是我干啥的，好像跟你没啥关系吧？不是，你俩都不背人了，是不是？那啥玩意儿？我不背人了，我俩就我也不认识他呀，我还背你不背人的？来来来，小百，你敢告诉你在哪儿吗？我找你去。不是，你说咱都成年人了，你说你别整小孩那一套，是不？现在都法治社会了，你还能把我怎么地呀、啊？你还能啊？不是，你是不是怕了你啊？我怕你啥呀？我怕你呀、啊？我明告诉你，我俩给宾馆洗澡的，怎么地吧？行啊，你告诉他，我俩必须离婚，孩子我得领走。那你俩离婚离婚吧，你别跟我们俩孩子领走啊，反正俺俩孩子也不用你养，我有的是钱。我让他那孩子不是我的，别人都说那孩子不像我，你俩过去吧。喂喂，早知不像你，你就得早是亲子鉴定去嘛。幸好你没走，师傅，我手机是落你车上了。啊，是落人不？搁这儿呢吗？哎呀，太谢谢你了啊！那个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那个师傅再麻烦你一下，你再帮我往前送两公里呗。你别了，妹子，我这刚接个单，我挺着急呢。师傅，你别想那样，那啥，我再给你加一把钱，着急上幼儿园接孩子。不用，你多心了，妹子，我这没走，正好给这等你一会儿，我寻思。你这钱吧，那你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啊！完了你也别给我了，是不是？我也不差这100块钱。完了那个，你跟你老公俩好好过啊！完了，没事我就先走了啊！你躲了，别碰着你啊！我先走了啊！哎，你再打个车啊！好好过。